所以信为道源，功德母啊，长养一切诸善根，这不信不行啊！啊，不是不信的时候，什么都学不到。啊，如果你要信自私自利，你要信名闻利养，啊，信这些东西，啊，信七情五欲，那完全在造罪业。啊，信竞争，不相信礼让。啊，佛教给我们让。绝对没有竞争啊！学佛就是要学让，让会吃亏吗？不会，越让越多，越舍越多啊！我这60年经验很丰富啊，你要我通通给你啊！啊，可是，一两年的时候。我得到的比我舍得更多啊，这经典上讲的一点没错啊，财富越舍越多啊，修学的方法我知道多少通通都介绍给别人，这是法布施啊，法布施增长聪明智慧啊，年龄境界不一样啊。大家听我有一些讲经的这个录音录像保存下来了啊，你看看我10年前讲的、20年前讲的，跟现在大不一样。啊，20年前我讲这个无量寿经，从头讲一遍多少时间呢？100多个小时。啊，现在你看这20、30年之后，我这次讲这一遍无量寿经。时间是10倍，啊，至少是1200个小时，怎么会一样呢？啊，智慧、见解，年年不相同啊，所以快乐。啊，无微不至得的是健康长寿。啊，讲经教学，这三种布施一次完成。